喜爱洛里的好朋友，大家假日午安。时间是中华民国113年的9月15日，星期日的中午的时间。那在镜头前面的这三颗的洛里哈，是我们分别从两颗后手不转色的品系洛里子在上面，采收下来的。那今天中午啊的时间，我看到了啊，9月8号。那今天是15号，8、9、10、11、12、13、14、15，第八天的时候的那个后手的状况超完美的，所以就这样特别的记录一下。那我们从镜头来看看，来给各位看一下，整个9月8号采摘下来的后手的状态非常的完美，完全没有其他的地府病的现象发生。然后这一颗是跟它一样，同一个时间采摘下来的。那目前还是，还没有有软的，但是还不够哈。那另外这一颗是主园区的，是9月11号采摘的，那目前的状态啊，在告黑的小幼果的时候 的那个气味或者是 K 味了哈。好，那今天我就要来现场再来做开果。那特别记录开果是因为9月8号采收了这一批，甚至9月11号，我现在采收洛里后，我都不在园子里面去做那个整理果实，我都连套袋采摘下来之后带回家，然后那个带回家在整理的时候哈，那个枝剪我也都用酒精消毒过，所以第一个不在园子里面拆套袋，避免园子里面有地府病等等之类的那一种病害来污染了我们的果实。第二个，回家的时候的在我通常园子里面采摘的时候，那个地果地枝条留的比较长，回家在剪短的时候的枝剪我都用了酒精消毒，然后之后整理果实的时候用干净的布做处理。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话，目前9月8号这一批次采摘的果实，后熟的时间点、开果的时间点，如果掌握的好的话，就像这一颗一样，完全是非常优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就当场来开果喽。好，那我们现在把果实放到这里来。那我把地头推开，好，完整的地头啊，完整的地头，好，完整的地头。好，那我们现在来开果。哦，切的感觉非常的鼓励。好，打开。真的是超漂亮的。告诉你了哈。好，那我们把一半的果实先放这里。好，那这一半我就在这里做切的动作。非常完美的一个果实的样态，非常完美。好，让镜头看一下。哦，黄橙橙的，黄绿黄绿，然后呢，果肉。哇，够水。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把它的皮拿掉。这样子的一个切法是原主老妈分享的，她说这样子比较不会是粘的哈，整个那个。
在撕这个果皮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熟度真的是刚刚好，刚刚好哈。那一般后手不转色的洛梨，对一般的消费者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判断它的那个开果的时间啊，所以我不断的借由记录哈，去记录一下这些后手不转色洛梨啊的阶段，然后开果的样态啊，就是想要更多的经验来掌握一下。好，那我现在已经好开果完了，那我现在来试试看它的风味咯。好，一样我用了蒜末加酱油，蒜蓉导油。好，就这样试试看。如果你是洛梨控，吃过了之后，你真的会爱上它。新鲜、健康又好吃。甘甜味的啊哈。然后够成熟，后手又很漂亮的这个洛梨哈，吃起来都是一种甘甜的美味，不带有那一种就是让人家不能接受的苦味。那一般洛梨的苦味就是后熟的程度不够，或是太早开果，成熟度不够，太早开果都有可能。好，再一口。然后这一个我就完整的，看有没有办法完整把它的皮剥一下给各位镜头前面的喜爱洛梨的好朋友看一下哈，来完整的剥看看哈，还没有干单的，就好像在撕地毯一样，把这整个绿色的地毯把它掀起来。整块的果肉超完美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后手不转色 A 型花终生种的一个洛梨品系。那我认为啦，它应该是中埔青皮，但是这个枝条来源是好朋友分享的，所以你如果说要确定品系的话，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了，但是从这个观察 ，A 型花又终生种，又后手不转色，再加上果实的样态，我认为它应该是中埔青皮。好，那就记录分享给喜爱洛梨的好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